吵得天翻地覆的六号台风，告诉你啊，它走得越慢，我们越有事哦。当台风如果是沿着我们的北方东海往黄海走，又是走得很慢，连走个三天都卡在那边的时候，它进安行场啦。什么叫安行场？当年安行场有一个很有名的台风波拉克，就是卡在安行场里面。我要特别提醒呼吁，就是南台湾的朋友，到以后开始要注意，就容易发生比较强的降雨的状况出现。根据中央气象局表示，今年的第六号台风卡努已经发展成中度台风，且目前强度持续增强，甚至最快有可能在明晚发布海上警报。而气象主播戴立刚也为大家解析台风未来一周的走向及提醒民众有关天气的注意事项。好，所有忠实新闻网的朋友大家好，在现在的这个时候呢，你有没有被吓到皮皮串？哎呦，我看起来你一定有，因为所有的媒体吵得天翻地覆的六号台风。但你可以注意一件事情，整个路径就在我们现在讲气象前的四个小时，也就是早上八点钟的时候呢，它就开始做修正了。为什么要做修正？因为最主要呢，从各国的后来算计出来的数值模式预报资料当中显示出，它未来的走向来说，开始又在往北偏上去。那你一定想说，哦，那就没事了。哦，不对，我告诉你啊，它走得越慢，我们越有事哦。那我们现在这时候就来仔细的解析一下，在未来几天你要注意什么了。第一个要注意的是周二跟周三。周二、周三台风没来，当然没来啊。那你注意什么？注意大潮。你要记得，我们台湾从嘉义以南到屏东海边部分，都因为地势低洼。为什么地势低洼？超抽地下水啊，地下水超抽的非常严重。年度大潮就在这周二、周三的时候要展开了。所以在八月一号、二号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哇，潮水涨好高，哇，低洼地区都被人海水进来了。因为这就是因为我们地层下陷所造成，没办法，自己造成的，不要怪老天爷。那这个时候呢，注意的就是大潮的状况，天气状况来说都还不错啊，周二跟周三都还不错哦。再来礼拜四，礼拜四的时候台风在哪里呢？我们现在目前看起来，礼拜三呢，礼拜二的晚上到礼拜三的时候，台风会逐渐的接近琉球群岛的那霸，所以呢，台风中心会从那霸附近通过。那走到那霸附近之后呢，再来，不是转台湾了、啊，哪有台风跑到北边又往南下来到台湾？那是媒体在那边吹牛操作。那实际上的走法，它会过了那霸，越走越慢。越走越慢，礼拜四、礼拜五到礼拜六都在我们北方的东海。那你想啊，东海有什么关系？距离我们都五六百公里外，的确没错，它在我们的五六百公里以外，对我们的确没有什么直接的影响。对于北台湾来说呢，仍然是阳光高高挂，天气好，风向来说有一点点西北风进来，你感觉起来是炎热的天气，但是风吹来很舒服。但对我们的中部以南的台湾就不一样咯。当这个台风在我们台湾北方的东海停个三天的时间，它就像什么？你知道台风是逆时针旋转，大家还记得我气象里面讲过，夏天的台风叫做九，夏天的台风叫做九，拉上来这条叫什么？西南气流。所以当台风的中心位置如果在我们台湾北方，甚至像昨天礼拜天的时候，整个测报模式到了预报模式的模式资料到了杭州那附近停在那边的时候，在浙江停在那边的时候也是一样九。那也就是什么，西南气流会拉上来，西南季风会拉上来。当台风的环境场让我们造成了西南季风场的时候，连续有三天的时间的时候，大家要特别注意，因为呢，它有可能就会把中南半岛的水拉到南海，南海拉过来，而中南半岛的水从哪里来呢？从印度洋来。大家如果去看着整个北半球的卫星云图，你会注意到，目前在印度的东方有一个气旋，我们的气旋就是我们所谓的台风啊，在那边叫 cyclone。那个系统在那边，它虽然有要发展，但发展的慢，但是它将大量印度洋的水，甚至从马达加斯加岛送过来水，到了印度洋之后再转送到了中南半岛。但我们最担心的就是，如果有一台抽水机在那边不断的把水从拉成西南风直接送进了南海的话，那就有可能往我们台湾的方向移动咯。所以我要特别提醒时间点咯，特别注意哦，礼拜二、礼拜三我们的天气仍然好，是属于午后阵雨的天气。礼拜四以后开始，南部地区的南高平开始会下雨了，局部性的短暂阵雨，但有时候对流云层进来的时候，水带进来的比较多的时候，降雨状况就会比较明显。接着礼拜五、礼拜六甚至到礼拜天，你要特别留意的就是现在这个台风要怎么走。它如果继续停在南海往黄海的方向慢慢的走的话，那这个水汽就会源源不断的一直送进来。这个时候从礼拜五、六日这几天来说，从台中以南的朋友都要特别注意，当对流云层进入的时候，就容易发生比较强的降雨的状况出现。所以南台湾在这个中秋假期，你要特别严防的是海面上进来的水，这个水会造成大雨。
这个大雨的状况甚至有可能造成淹水的状况的机会会出现。我是讲说有可能哦，因为为什么？不确定因素现在还蛮多的。但是季风槽的整个水汽带，如果是西南季风槽水汽源源不断的输送过来的话，大家就要特别留意这样的强降雨状况有可能会有持续的可能性的存在。那你问我说，如果这个台风如果再往北走，它如果往北走再慢慢走，仍然是拉着水汽上来，这就是我讲的夏天的台风叫做九，这个九就是西南气流了。所以呢，我特别呼吁提醒的就是南台湾。那北部跟东部的朋友会问我说，哎，那你怎么没讲我们两个地方？北部跟东部没事啊，东部地区就只有山区云多啊。东部地区的话，倒是西南气流强的时候呢，哎，台东的从太马里以南的山区，因为山高已经逐渐在下降，雨的部分下到了高山之后，甚至有可能从东部的溪流冲出来。所以呢，在南部地区，只有在台东的太马里以南的朋友要注意，台东市以北到花莲地区的朋友没事，台中以北的朋友到北部地区没事。这个周休假期北部仍然是属于一个晴朗午后阵雨的天气，因为西南风到了北部是干燥的西南风啊，所以我现在讲的部分是比较严峻的部分啊，这个是所有的媒体没再去注意的问题。所以要提醒大家特别注意的就在于，当台风如果是沿着我们的北方东海往黄海走，又是走得很慢，连走个三天都卡在那边的时候，那就麻烦。因为我说为什么卡住，他进安行场啦、什么叫安行场？自己上网去查。安行场，反正我最简单讲，就是太平洋高压跟南亚高压啊，在这边台风系统要上去的时候，当这边是南亚高压，这边是太平洋高压啊，这个宽度不够，它不够这个圆上去的时候，它就被卡在那边了，这就是进入安行场里面了。好，大家自己去查。当年安行场有一个很有名的台风莫拉克，就是卡在安行场里面，卡了两天半的时间，在我们跟马祖之间这一段距离，而这个九的形状就把水汽拉过来。而且我们现在一直在观察，就印度洋那边，印度洋的水如果送过来的话，那事情就真的不得了。所以呢，我要特别提醒呼吁，就是南台湾的朋友到礼拜四以后开始要注意，礼拜五以后要特别防范，尤其如果台风继续卡在那边。当然如果台风整个往北走掉，或者它进入大陆而逐渐往湖北走，就像上礼拜我气象跟大家讲，那我们就好嘎仔没待机，那到时候的水汽就会往大陆方向拉进去。但如果它就真的卡在那个我们北边的海面，甚至在浙江的杭州那附近的话，那我们的事情就可能会大条咯。所以在现在这时候，我再次呼吁南部的朋友，你要特别注意，随时锁定我们的中时新闻网，戴立刚说天气，告诉你最真实的天气。但我们还要观察，就是在于说，当台风到了礼拜三过了 Okinawa 附近之后，再来它整个走向来说，会不会照现在的电脑模式断机的，它刚好进到两个高压的安行场里面。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就要特别再继续的这个观察下去，看看未来的整个动向会是如何。哦，讲了这么久了，小编叫我去吃饭了。好，谢谢大家。那我们就熟悉的锁定中时新闻网，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告诉你最真实的天气。拜拜。